卓溪乡公所每年十二月初举办不插电音乐会，疫情的关系去年停办一年，而今年呢是在十二月十号举行了神音之乡八通关月林古道音乐节，从白天到黑夜，结合在地优质歌手、部落团体，还有乡内特色文创及美食，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参加。布农族知名歌手谢英雄在台上热烈的欢唱，台下观众跟着打节拍，现场气氛相当热闹。这是卓溪乡公所办理的八通关月林古道音乐节，因为疫情去年停办一年，今年就在南安游客中心旁边盛大举行。来拍手！呼呼从白天到黑夜，结合在地优质的歌手、部落团体以及乡内特色的文创以及美食，吸引了不少民众来参加。还好没有下雨哦，我记得有时候真的会下雨，所以今天天气很好。那晚上我们还有，今天下午是在这一个场地，下午是要借那个依山国家公园，还有林务局的刚好他们双管的一个平台，我们会在那里做不插电，总共办了七次。我们不插电是很有吸引力的哦，晚上很会很多人来。那我们下午啊，现在这里热身，我们邀请了很多歌手。到了晚上，会有工作人员带领参与人员到旧山峰住所在的平台举办不插电的音乐节。部落长老重现布农族延伸八部合音，宛如天籁之音传唱山岚，聆听美妙的音乐，如痴如醉的感觉，呈现完美的音乐响宴。记者高双双卓溪乡采访报道。